好吃的。妈妈，你怎么了？萱萱，你妈妈说，听清楚了，最近外面坏人很多，要是有人跟着你，你就跑，撒腿就跑。万一要有人跟你说他是你的爸爸，那才是个骗子。你不要相信他，他是想把你从妈妈身边拐走，让你再见不到妈妈呢。你跑，撒腿就跑，跑到一个人很多的地方给妈妈打电话，让警察抓他，听到没有？你听清楚没有？龚总，欢迎。要换鞋吗？哦，不用，你快坐，我给你倒水啊。过来不远吧？不远。小心烫啊！谢谢。真没有想到你家里是这样的。那你想象我家什么样的？我想应该是那种花花草草、粉粉嫩嫩的。在你心目中就这种气质啊？不过不管是花花草草、粉粉嫩嫩，还是你现在看到这种风格，都不是我的 style。我的风格是那样的。参观一下吧。看这样，你的风格是出土文物啊！你怎么把这些都搬家里来了？这不是搬来的，是我另外捏的。我没事就捏，有功夫就捏。你看，那是我的小作坊，专业吧？嗯。等你老了以后，可以开一家泥陶店了。哎，我就是这么打算的，退休了也不闲着。哎，你看，这个是谁呀？我。像吗？我怎么觉得像我老了以后啊？我捏的就是年老的你啊。这个呢？这是老年的我。哎，要不今天在我家吃饭？尝尝我的手艺。嗯，哎，你坐着等我啊。小时多少钱？什么多少钱？我知道以前你跟我妈签了合同买你的时间。现在我有钱了，我也想买你的时间。为什么？小轩，跟谁打电话呢？糟了，被我妈听见了，回头我再打给你。怎么？是不是又有事儿啊？没关系，你要真有事儿就先忙。你今天能过来看看我，我已经很高兴了。没事儿。不是说好要在这儿吃饭吗？
竟然给孩子找了一块墓地，立了一个墓碑，孩子还没有死，他就已经放弃了，因为他想过他自己的新的生活，他想把过去都忘掉。其实草有个事儿，我告诉你一下，关浩前两天找过我，他找你干什么？他觉得你得了妄想症，他很担心你。不是曹，我在想要不要把小轩的事情跟关浩讲一讲。为什么要告诉他？我好不容易把孩子找回来了，如果说他要知道的话，他会把轩轩从我身边抢走的，那个时候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说，小轩起码有权利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他不需要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只有妈妈就够了，他有妈妈就够了，他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那关浩总有权利知道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活着吧？他更没有权利知道，在孩子活着的时候他就当他已经死了，他还有什么权利知道这孩子还活着？他不在乎了。我的意思只是说，关浩他毕竟是小轩的爸爸，在生活上也好，在经济上也好，他应该负他应尽的责任的。相信我，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也会和小轩过得很好，我有这个能力。你妈的记性啊，最近越来越不好了，早上说的事儿呢，下午就忘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没事啊还老念叨呢。您抽空啊，多回来陪陪他。好，好吧，谢谢。哎。在这住着不舒服。妈，我也想您回家，可是您要是一个人住在家里走丢了，那我怎么办啊？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些楼房都长得一样，我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您这家务事又不能自理，我好不容易给您找一保姆照顾您，您倒好，把我给他赶走了。哪是我呀，是曹操不喜欢那个保姆，天天跟他吵架，昨天晚上还吵架来着呢，把轩轩都吓哭了。轩轩是谁呀？您孙子。帮我都是天意，天意，天意好啊！你说，你们两个大学四年同学，这毕业了还不快点结婚，早点给我生个孙子，妈早就盼着抱孙子了。妈，小轩早丢了，我跟曹操也早离婚了，这事儿您又忘了？别蒙我。我知道曹操不愿意跟我一块儿生活，也不用编这种瞎话来蒙。
妈，还记得我属什么吗？属小兔子。嗯。邓草草，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呀？你应该去北鳌。邓草草，能不能拿下法务团，保全压在你身上了。草草姐，我们能不能吃上带肉的盒饭也全靠你了。邓草草，虽然俗话说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但是我们整个律所的命运现在是掌握在你一个人手中的。对，草草姐，这双手千万要拿稳。邓草草，我代表律师事务所正式向你宣布，我们这里不欢迎你。对，不欢迎你。你只有出现在北鳌集团才是对我们最大的贡献。请吧。请。别在这儿坐着了，走吧。赶紧走吧。啊，哎，这就对了。哎，走，一直朝前走，不要朝两边看。对，朝着北鳌的方向一直走。再见。拜拜。不送。你不想去北鳌上班，回律所又让同事给你轰出来了，就这点事儿啊？我现在真的很怕再见到他，我每天都要去北鳌，每天都都能见到他。小飞现在给他打电话，让他来陪他。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你不想见就不见呀、啊。这种事说好听了叫遵从内心，可是从心从心加一块念什么？就是个怂。你有没有想清楚，你是去上班的还是去谈恋爱的？这个男人在你面前你不知道珍惜的话，一旦落到其他女人手里，你想珍惜晚了。嗯，女人的这种品质呢，可以用一种古代兵器来形容。姐，你别觉得我说话难听啊，你只有能扛得住世上最难听的话，才能够经得住这世上最大的幸福。好了，我走了。拜拜。你再陪我坐会儿，自己喝吧。最近忙吗？忙倒是不忙，关键是我们现在公司的变动太大，人事部有了一个新领导。你怎么在这儿啊？上班时间偷偷溜出来。不是你不也是吗？你还说我呢。嗨，我刚才来了一闺蜜，跟她聊会儿天。你这是？那什么，这是我一亲戚，我二叔。二叔，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同事邓草草。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二叔。哎，那你们就聊吧，我不打扰你们了。别介，你坐会儿吧。回去别说啊。啊，彼此彼此啊。二叔，再见。再见，慢点啊。哎，刚才走那个是谁？嗨，我们公司一新同事，这丫头啊，整天稀里糊涂的，甭管她。哎呦，我的王总啊，
你能不能不这么谨慎呢？这丫头什么都不知道，她对公司一无所知，刚来的。哎，说真的啊，公司最近抓那个假发票的事特别。在哪个袋子里找的？小猪。小猪，小猪是刘洋。给我拍的挺帅的，咱们聊聊吧。哎，龚总，你怎么来了？看看你啊。哎呀，郁闷呐。怎么了？最近啊，有些事儿啊。老觉得不对劲儿。什么事儿？你在跟草草平时的接触当中，有没有觉得她的行为意识有些异常？没有啊，挺正常的。我跟邓草草接触的不多。那天在卡拉 OK 门口，草草怎么身上都是湿的？我不知道，我先出来的。你先出来的？我坐车过来的时候，看见你在给他披衣服。你到底想问什么呀？没什么，想到问什么就问什么了。我呀，最近也有些神神叨叨的，都是给草草问。他老说孩子在，孩子在。现在我也觉得，这孩子应该就活着，他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但我又不知道在哪儿。你要真想知道，就去问他。管好。嗯，既然你前妻在我的公司，我们又是这么好的朋友，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的。我能不放心吗？我就心里有事儿，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呀？你要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可以不把这些资料交上去。解释？你要什么解释啊？我说的话你信吗？我情愿相信你。邓草草，你到底想干嘛？现在证据在你手上，我解释有用吗？你究竟是什么人？不用管我什么人。如果你想自首的话，我可以帮你。帮我？你怎么帮我？你现在唯一能帮我的就是在我死了以后，你把证据销毁了，最起码让我家人能得到一笔抚恤金。太早了，你能不能别这么冲动啊？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商量。什么
不都是你逼的吗？啊！你要把证据传出去以后，我怎么在公司待下去？我以后连工作都找不着了，拿什么还房贷？拿什么生活？拿什么结婚？我在这世上就成了一个废人了。与其这样，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你是个男人，你还这么年轻，什么事都会从头再来啊！你这么要死要活的，你傻不傻？你少在这假惺惺的邓草草。你如果说不想看到我死，你把录音笔给我，给我。你要是不给我，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你就是杀人凶手。哎，你等等，我给你。闭嘴！放开他！你把录音笔给我，我就放了他。先放开他！你别逼我！啊！泄露机密的人就是他，把他带到保安室去，然后报警。顾总，顾总，顾总，给个机会吧，顾总。你真没事吧？真没事。其余的事儿就警察来处理了。顾总，对不起，总。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啊，我想找件西服，最好是深色的。哦，那那位男士大概是多高？什么尺寸？大概1.8米左右，50的吧。哦，哎，您看这件怎么样？这是我们今年推出的新款，而且设计特别时尚，还打折呢。多少钱？4800。妈妈，你给谁买衣服？你老大。妈妈把人家衣服弄坏了，得赔给人家。那老大把你的东西弄坏了，他赔了吗？你们俩什么时候和好啊？我就喜欢这种生活气氛。
一家人在一起啊，其乐融融。哎，你去看看他需要什么。嗯，郭总，需要我帮忙吗？没什么需要，好像没酱油了。嗯，好，我去买。妈妈，一会儿我到老大家里，你们多玩一会儿。你想玩多久啊？十分钟，就十分钟。就十分钟啊？啊。那要看老大愿不愿意陪你玩啊。哎，肯定愿意陪我玩，老大可喜欢我。邓小姐，乔助理，你找龚总吧，他在给我们做饭呢。你有事吗？没什么事儿。啊，我把他衣服弄坏了，买了一件给他送过来。哦，快进来坐。哦，不用了，麻烦你帮我拿给他吧。好，谢谢。走吧，拜拜。原来无恙了，我听说上头说了，这事到此为止，不要再牵扯别人进来了。别人？还能有什么别人？北敖不就只剩你了吗？宫剑肯定想不到，最大的落网之鱼就在他身边。这些钱够你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了，好好玩一玩，啊，不着急回来。那我就祝您成功，一路顺风。师傅，天冷了，给您穿件衣服。谢谢姑娘。好，我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北敖集团聘请尚威律师事务所成为我们集团的法律事务顾问团。根据以前的接触和认识，我有理由相信，尚威律师事务所是一个无论在专业技术上和专业态度上都非常有水准。孙律师，合作愉快，一定愉快，一定愉快。哎，乔助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哎，乔助理，跟我握手，握手。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曹操，哎，跟龚总握手啊。哎，啊。好，就这样。下面我做东，请大家吃饭。啊，好，好，来，来，来，请，请各位，各位请啊，请。哎呀，嘿嘿，哎呀，好，好，好，
哎呀，这以后就是我们律所在北敖的据点啊。哎呀，哇塞，这大电脑得80来寸吧？孙律，那回去我也得换。行行行，做个计划啊，争取今年之内咱们也换这种设备。没想到咱们律所真成了北敖的法务团了，我决定了，以后我就常住这儿了。啊？哎，你怎么能常住这儿呢？咱们的大本营还应该是在律所，要是离了你冯大律师，我一个人怎么能够镇住场子嘛？这北敖是我们最大的摇钱树，在律所那点事儿，你有什么搞不定的？你那点心思，我还能不知道吗？你这叫搂草打兔子，想在这儿顺便划了一个金龟婿吗？这根本就没有我看上的人。那就正好啊，让邓草草在这儿，他对这儿也比较熟悉。再说了，在这里他比谁都吃香啊。可我在这里工作已经结束了。谁说结束了？这是刚刚开始。龚总，龚总，我过来看看啊，怎么样？还挺好的吧？好，非常好啊。缺什么少什么，跟乔助理说。对对对，我们再到茶水间看一看。我不去，我要玩电脑。哎呀，走去跟我喝咖啡，你们这咖啡味道真不错。你都喝两杯了，我还可以喝第三杯。来来来，你也可以喝一点啊。这安排的还满意吗？挺好的，谢谢。对了，送你的衣服合身吗？什么衣服？我抓坏了你的衣服，赔你一件。昨天晚上给你送过去了，乔小瑞没有告诉你吗？哦，我知道了，谢谢。没什么别的意思，就谢谢你救我一命。救你一命，这一件衣服就还干净了。那你想要什么？我想让你留在北欧。为什么？现在有能力的人是不少，但我觉得像你这样在关键时刻敢玩命的不多，所以我希望公司里面能够多一些像你这样智勇双全的人。你要干嘛？陪我去趟养老院吧。疗养院？去看看我妈。我今天车限号了。啊，行，没问题。下午2点见。好。哎呀，这是我儿媳妇儿啊。妈，这是我好哥们儿龚健。啊，阿姨。是奉子成婚吗？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综合症。倒水。好，我来，您别动，我是光浩的好朋友，我就是来看看您，跟您说说话，您想说什么呢？您就跟我说。多大了？哪年生的？我74年的。74年，比你大一岁。有孩子了吗？还没有。那得抓紧了，为什么不早点要啊？
阿姨，我离婚了。离婚了？离婚？怎么说呢？离婚这种现象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是不是？我是个开动的婆婆，小两口不愿意跟我一块过，我理解。离远点好，省得过手碰过眼儿，让我儿子夹在中间难过。阿姨，您儿媳妇对您不好。哎，哪里？我儿媳妇给我生了孙子，他是我们官家的大功臣。妈，少说两句了，休息一会儿好不好？曹操说了今天下午要来，我得买鱼去，买鲫鱼，让保姆先在锅里炸一下，然后再放汤，不能放盐。曹操刚坐月子，等着下奶呢。哎，妈，不行，我得好，你放心，我让阿姨立刻去买，您就别操这个心了，好不好？好。几点了？哎，我得换衣服了。奥运会开幕式我得去，你不是订了票了吗？我起来。妈，阿姨这种情况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过？有什么好说的呀？我现在就是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够重新在一块儿，那样或许我妈真的会好起来的。走吧，喝一杯去。
是邓鹏。